疯了。小人怎么了？他早说呀，秀儿不见了之后，刘富贵上门把大哥给打了。那我们方才上门一见大哥那样，他确实有点傻。这好好的一个人，这怎么能傻了呢？这个，呸！他就得被收拾，疯了好，这叫报应。你别说了。都到了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护着老大？你现在真有老大什么事啊？行，说不是你亲生的，你不心疼？我心疼，我可怜的秀，我可怜的秀。娘，我要找不着秀，我娘要不活了。我可怜的秀哎。我知道心里也疼，好点，别哭了娘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娘，秀儿。爹，娘，您看，秀儿，娘，秀儿回来了，娘，秀儿，秀儿，是你吗？秀儿，你去哪儿了呀？娘都快急死了，秀儿，哎，是妈妈把我从刘富贵那儿救回来的，她怕刘富贵找上门来，特地把我藏着，这不。我知道刘富贵死了，我才敢回家。娘，我过得好苦啊！哭，不哭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是怎么救小姑回来的？为什么不跟家里说一声啊？奶不是说了吗？回来就好。